家好，听您家说，以前的那些纸币，现在都已经很值钱了。特别是1930年一分的那种纸币，我这个罐子里也装了一些1953年的一分的那个纸币，也不知道这种纸币值不值钱。现在把它拿出来看看。现在把它打开来看看，看我这些纸币都装在这个罐子里。看这些都是粮票，半斤的，然后这些是三斤的，还有五斤的。这是全国流通的粮票，这些就是一分的纸币，啊，这些都是1953年的，这个是1953年的这个卡车的纸币，这个也是1953年的，这张还蛮新的。这几张也是，好像这些全部是1953年的纸币，还有这个是两分的，飞机的，也是1953年的，这张也是两分的，飞机的。这是一角的，这都是一角的，这是两角的，这张纸币可惜坏掉了，看，这是官金，2000元。这个2000块钱、啊、可惜了，都化掉了。这是中华民国36年的，这是2块钱的。看，这些都是一分钱的纸币。你看，这个1953年一分的，我也找到这么多张，看来很值钱。这种可能也不太真实。要是是真的话，那我也发财了，是吧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